我是 John 史顿，来自大英帝国的苏格兰。我通读东西方文化著作，也走遍了中国的大好河山。现在身在紫禁城，承担着教导末代大清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重任。但是，这一切都不重要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是一个侦探。最近我在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上，频频看到了来自贡中的收藏。对此，我和我的学生溥仪都感到非常紧张。庄师傅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黄小林，放心，我们英国人都是天生的侦探。好，但是此事关联众多，庄师傅尽力就好，朕不会强人所难。根据我严密的推理，我觉得这一定是内贼所为。现在宫里一共有3000名太监，犯人可能就在他们里面，所以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帮皇上清点好宫中现存的收藏。好，庄师傅，就这么办。我要去的地方就是监府宫，那里封存着无数件珍贵的古玩字画瓷器，其中大部分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搜集到的，是名副其实的王之宝库。来吧，文物小偷，等我有了名录，看你们在如何下手。是干什么吃的？朕刚让庄师傅清点珍宝，这建福宫就被一把火烧了。皇上息怒啊，这大清都亡了，您还急个啥劲儿啊？大清都亡了，你们那会儿还炸了呢。朕的建福宫呢？昨天还在那儿呢，这么大一座建福宫呢，你们都别留在宫里了，都给朕滚，滚，全都滚，滚！